晚安。嗨毛良，嗨奶冻卷，嗨半天，嗨拔啦，嗨吉米，嗨暗红，嗨托摩，嗨无糖，嗨金汉，嗨酷摩，酷摩，嗨土包子，嗨企鹅 ，Hello， 你还没有？真的？啊，对呀，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上来吼。哎呦啊，开心，掌声。超可爱的，其实我两个都有，因为他两个都有送。噔，超可爱啊！而且还是兄弟俩一起，虽然他们是算双胞胎，但是就是兄弟俩。包里面有娃娃吗？当然有啊，就是把他一起带去了，长这样。我还没有把我的痛包集满，对，就是我的 ten 奖还没有集满，就是我这边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，对，之后呢应该会把它集满，超可爱的吧？这是我可爱的 ten 奖，就是 Minami 的，把我的腿都放在我的包里了。Minami 因为没有什么，这组还没有什么那个 kanbaji， 就是那个徽章，所以目前没有任何的。他的徽章超好笑，而且他太难抽了，我一直抽不到，我抽不到米娜米的徽章。我其实很想换米娜米的新型徽章，可是好像换不太到。超可爱，可爱天使的，咖喱哇天使的，谢谢太上掌声鼓励。嗨金汉，晚安。我有抽到 Minami， 而且我很幸运，我有跟人家换到 Ten 奖的那个立牌，因为我后来又抽到的立牌是那个 Yuki 的，就我有再抽一次，然后我抽到的是那个签的，然后我就到处问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他想要换，就是他要换签，就很刚好还有 Ten 奖的立牌，然后我就跟他换了 Ten 奖的立牌，超开心的，还好我有换到 Ten 奖的立牌，所以我现在其实只有差。那个新型徽章跟书签没有 ten 奖的，因为书签太难换，书签每个人都要 ten 奖的，根本就换不到。然后新型徽章的话，应该是也没有人想要换吧？对啊，而且它本来就不好换，可能就是得跟别人买吧。如果换不到的话，就是只能用买的，所以我在想可能要用买的吧。我的也是一直在我的也，因为我的我收到书签就是都不是我想要的，然后想说那我还是转卖好，就卖掉这样，开心，哈哈哈哈哈，好久不见，还有好久不见吗？还好啦，人要替代替我去了，耶，不错，等夏天，超可爱的，嗨卡姆伊，同款的，对不对？我真可爱。猫咪的超可爱，还有另外一款是紫色的，不过因为它里面塞满了，很可怕，非常可怕，它直接爆掉，就是周边已经都要爆炸，因为里面有就是那个牛蛋啊，然后一堆一般赏啊，因为一般赏都是一盒一盒一盒的，你知道吗？超爆炸，我就想办法把它清掉，可是我发现然后很难卖掉，因为有些东西已经就是没有那么的红了，不然就是可能大家也不想要花，没有很愿意要花钱买东西之类的。因为很容易花钱去买吧，我觉得。所以我一般想都也都积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好麻烦哦。我真的觉得我最近脸真的有点怪怪的，大家觉得我最近脸怪怪的吗？为什么觉得我最近脸怪怪的？那是我现在的脸吗？怎么就好奇怪？自己看自己的脸说很奇怪。Hello， 嗨，妮妮。抽卡毕业啦，毕业啦！我昨天半夜就毕业了，昨天晚上开心，我昨天就把它凑满了。我现在只差台版的，因为我玩台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，我都是玩日版的。可日版的日版的很可怕，日版的排名也蛮可怕的，他们都超可怕。谢谢阿基拉的布 ，Hello 阿多，嗨阿龟，昨天听洗脑一个多小时的期待录。我知道啊，超可爱的，因为他就说，
告诉大家都对千露误会了，他只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，就是千露有时候会表现得很小孩的感觉，就是他还是会依赖大家的那种感觉。嗨，思源，嗨，米加乐，こんばんは。食べました。いや、食べてないけど。今から食べます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然后我的已经要挤满了耶，超可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勾入第二本的意思，全部满满的。我现在在思考啊，对，我要把这张换掉，因为我已经有两张重复的字旅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超好笑的，再想办法把它换掉。然后后面是伊友里，因为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伊友里多一点。我和阿潘拿到伊友里跟那个虎鱼，然后可是我没有很喜欢虎鱼，然后他跟我说他很讨厌，他不喜欢伊友里，我说那我要伊友里，超好笑。我想说为什么他会讨厌伊友里，好奇怪哦。为什么阿潘会讨厌伊友里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阿潘没有很喜欢伊友里，可能个性方面没有很喜欢吧，就是很好笑。永远都是徽章，对，放什么都可以啊，但是就是通常大家都会放徽章比较多，就是因为放吊饰其实也会晃啊晃啊，就是不一定看得很清楚，对，就是可能就是会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。Hello 国树 ，Hi Liu， 对，因为今天大丰收，啊哈，等一下活动开始了啊，忘记了啊，やべ。哇塞，加大！对，今天的活动开始了，今天又有新的活动，五周年的活动。等一下哦。哎！然后来晒我可爱的卡。等一下，封面就是我在干嘛？锵锵！哦，太亮。这样，超可爱的吧？它是有种自拍模式的感觉，有那种。然后他们两个很厉害，他们两个就是把发型交换了，就他原本是另外一边的那个刘海，然后现在弄成了那个 Liquid 的那个刘海那一边，他们两个刚好互换发型的意思，超可爱的啊！太可爱了，兴奋。现在来看一下活动是什么。应该我这次好像不是拼那个排名，所以好像还好。这次好像是打歌吗？轮流的歌是固定的歌单的样子。对，超香，超开心，有换到就是 happy。骑椰子推，哈哈哈！里面骑椰子推太好笑了吧？什么鬼？可以啦，可以。骑椰子推怎样？好好笑啊！椰子腿可以啦，很可爱。谢谢果，谢谢 blue 的蛋白气球，立牌都拿到，对，而且我刚好立牌的那个透力感刚好组成的一组，因为我这次和阿潘就是买那个立牌是，我想一下哦，我是拿到 Yuki， 然后就是，我拿到 Yuki， 然后。因为他就是我原本之前有抽 Gaku， 然后跟 Liu， 哎、欸、没有，我就是有抽 Liu 嘛，然后我拿到 Yuki， 然后我就跟人家换了 Ten 奖，然后因为我原本就有那个 Liu 跟 Gaku， 所以就刚好凑成 Toliga， 对，我的 Toliga 刚刚好凑成一对了，然后就是心情会这样，就是一直怎么样，就是一直换不到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换不到的话就卖掉吧，对啊。昨天被阿潘推坑，真好笑，笑死！昨天这种推坑起来路，他真的很好笑。呜、哦，是的，他是那
那个游戏的画面，超酷的，好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来看这里的，哦，五周年的那种感觉，他就是用这个来代替一下，因为我们真是没有演唱会，哭哭。Over 5 years， 五周年了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开心，今天也是礼拜五了，礼拜五开心放假，硬要看一下。嗨，嗨。イベントにはいません。なぜのライブは回復しません。レベルアップ武器、あーそういうことね。今日のライブできません。今日のライブでは何もできません。あ、そうか、バ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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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はい、バ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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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はい。可是我已经到了，站站都抽完了，怎么办？我已经抽不了五周年的卡，快笑死！哎呦，嗨嗨啊嗨！我都知道天奖，我刚好没有天奖的那套服装，我有 Liku 的，却没有天奖的。然后呢，阿潘有天奖的，却没有 Liku 的，超好笑。我们两个说我们要不要互换账号算了。Hello Akira， 嗨 Steven。刚入坑不到本人还在努力收集，可以啦，现在很好收集，只是因为天奖的，对，通常都比较贵，因为人气比较高的关系。卖不掉只能送了嘛，就卖看看，应该卖得掉吧。有怪怪的吗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有怪怪的吗，可能肥了吧。肥了，谢谢阿基拉，拜托了一下哦，超开心。你要去排，我觉得宿迁真的太难了，宿迁都得用换，不是又很难换，因为天奖人气太高了，就是通常人家抽出来的话，他们都宁愿用卖的，就是会比较好赚，你知道？因为天奖大家都抢着要。安子很哀怨说：“这很好笑，超好笑！我今天昨天去的时候真的是快笑死了，到场的时候就很傻眼，啊，怎么没有券了？我们还想说也太浮夸了吧，这跟很像，就是你知道你们就是很像你们排我们的。”还有我们的东西有没有，然后就买不到幸运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终于知道大家多这么很辛苦，真的粉丝真的很辛苦，大家都很辛苦，真的是很能够体验到那种提早去排队结果什么都没买到的心情，超好笑。而且昨天的人数真的是很浮夸，欸，昨天人数是今天人数的两倍，你知道吗？超可怕，我看阿潘真的是傻眼。而且昨天跟你讲提早去还不一定拿得到票，因为他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售票不是售票，就是那个什么拿票那个很乱，因为人太多了，然后他就用那种声东击西的方式，所以大家都被我不知道到底要跟哪一个工作人员，超白痴的。因为没有跟对工作人员的话就拿不到票，因为后面几乎一半的人都没有办法拿到整理券，因为都没有了，就后来都没有了，超可悲。我现在赶快下播啊！阿潘，你刚刚又是打活动，我生气！我现在赶快抽最后一张，还不敢抽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阿潘，你不要在那边单抽了，你直接实抽比较快，超好笑。我想说，明明就实抽比较容易，你知道吗？他硬要单抽，然后他单抽也很厉害，他单抽直接歪了，歪到 SSR 去。因为我们这次的卡比较特别，是我们是要合四次，合四张 SR。就是合两张合起来变 SSR， 然后我们要合两次 SR 的。然后他就很好笑，就单抽，然后等于他单抽每次抽 SSR， 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我说你也太歪楼了吧，我要 SSR 去也是蛮厉害的，单抽哎，欸，超夸张的。还遇到，对，其实这次的卡很好抽，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就是这次卡太好抽了，对。对啊，因为这次的卡太好抽了，所以就是，我要说什么？我突然卡住。
这个福利吧，就是好像最多两，就是最少的话也要两次。然后我抽了三次，对，我抽了三次就毕业了。然后比较幸运的人大概两次就会毕业了，对。但是更幸运的可能一次也有可能会毕业，因为他有时候会同时出现三四张的情况。如果幸运一点的话，说不定会一次就出现四张，可是那个几率还蛮低的啦。对，像阿潘他是第一次就抽到三张 Liku 了，对，然后他现在在抽最后一张，但是最后一张其实很好抽啦，一定会有。基本上只要十抽都一定会有一张，所以好像也还好，所以我就抽了三次，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是两张，然后第二次是一张，第三次也是一张。我比较衰一点，没办法，超衰。Hello， 谢谢太空的布，嗨小人鱼，伊友里。可是我觉得伊友里不错啊，你不觉得伊友里是那种成熟稳重的感觉吗？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偏成熟一点，像天长也是偏成熟的，米娜米也是成熟型的。你没有发现我推的都是成熟型吗？超可怕、欸！就是应该说天长也会有不成熟的时候，可是他就只有面对 Liku 的时候才会有点。就是才会有点情绪的变化，可是天讲他基本上在工作上啊这些他都蛮成熟的，甚至有点傲娇啦。然后柚里的话就是很成熟嘛，他就是有点大哥哥的感觉。然后 Minami 的话就是也是因为他经验比较多吧，他就是前辈嘛，所以他也是相对上很成熟的、啊。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喜欢的类型都是成熟型的，超好笑。压线，超级压线！我其实是来劝他下台的，笑死。这本不见，原来应该哭死。刚好交换，因为夜里会抢走力，是这样吗？太好笑了吧！活动是回忆杀，新卡池，我还没去看卡池哎、欸。可是我抽不了卡池了，因为我现在我都把钻拿去砸我的天奖了，对。哦，是旧的，这次是复刻，还好，因为是复刻的。复刻的话就还好，对啊。如果不是复刻的话就麻烦了，新卡我真的没有钱了，我真的会傻眼，那个邦呆，邦呆不要这样对我，没有钱了，真的没钱了。嗨 QK。要开始爆肝了吗？不会，因为这次是不是打排名的，这次没有打排名，所以还好。太水除了他离职，他是天 NK 他国术，同款封面，对，镜像相反是吗？没有吧？他们是这样拍的耶，应该不是镜像相反，应该是真的交换发型。没有，是交换发型，绝对是交换发型，自己脑补，绝对是交换发型的、啊，硬要几点睡再说，应该不会打那么久啊，因为其实没有要必要冲排名，就不太会一直打下，对啊，对，很赞哎，自拍的那个画面哎，就好像这样示范给大家，虽然我可能没有很稳。对，等一下，有点难哎。请问这个画面是什么？就好像这样的感觉。我的萤幕怎么会这么无敌亮呢？关低一点。爆亮的，直接爆掉！我的荧幕直接爆掉，好好笑！因为我这边有一个那个美肌灯，好亮哦。谢谢 Blue 流告白气球，自拍所以相反没有。如果还有反镜的话是不会相反的，我这样拍的话是不会相反的哦。这样的话就是他已经帮你。绝对不会是镜像，所以他绝对就是用 Ten 讲的发型，他绝对就是用 Liku 的发型啊。因为照讲你这样自拍的话，基本上呢发型是正确的，那个方向是正确的，
所以代表 Ten 讲的发型是用 Liku 的发型没有错，真的就是 Liku 的发型，硬要我就应该是吧，是吧？我觉得是啦，笑死！对啊，你不觉得那个欧沙拉布丁很可爱吗？欧沙拉布丁超好笑，他还偷了奖，还积风量。天啊，我来下载了，玩一下，看抽三玩不了，可以了，大家加油，大家的手加油。可以训练那个，可以训练你的敏感度。Hello， 草莓酱和俊盈 ，Yuki 就一定要来个摸摸。对啊，我觉得每次来 Yuki 就一定要来个摸摸，好笑。我觉得不行，这两个一定要一起，好好笑。菜菜啊，是粉丝，回忆刷来好感动，真的好烦哦。他解说的真是迷意，没有错，也太刚好，明日感可以抽到托里嘎杯垫。我就是抽不到托尼卡杯垫啊，很烦！我是抽自旅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要再自旅了，我已经有了，很烦啊！我要托尼卡杯垫，可是我换不到，因为大家都就是没有想要，好像大家都没有很想要自旅的杯垫的样子，因为毕竟自旅是后来才出现的团，所以就是入就是老比较老鸟的人呢，可能就没有会很没有一定会喜欢就是自旅团，我的话不是因为我刚好喜欢那个声优，然后那个声优的形象又刚好对我的胃，所以我才喜欢的。不然我刚开始其实对自己团也还好。好萌新，真的很萌新，那个很蛮后面的嘞，那首歌还蛮后面的了，真的。我超喜欢这首，这首真的好听，这首是这周要打的歌。周周要打那个 Nana Pass， 看到这废寝忘食。太阳骑士和阿元，放假开心，放假恭喜放假，可以好好休息了。你们两个要干嘛？不要开枪！那个 Yuki 的表情好帅，怎么可以帅成这样？傻眼！太阳骑士。虽然没有 Secret Night 跟 Silver Sky， 还没他没有到，可能真的没有吧。克啊，没有办法，克啊，傻眼。SS 杀手大头张大头照，哦，这张也很好看，我也喜欢这张。这张我好像台版有抽到，我台版很幸运，我台版有两张 SS 的，而且还是新的，就是我没有拿过。然后结果我日版完全拿不到，因为日版的卡牌太多了啦，就是日版的缺点就是因为旧的卡太多了。然后因为毕竟台版没有像日版的卡这么多，所以就是比较好抽到比较新的卡。然后所以我台版还蛮多新的那个 Ten 奖的 SSR 的，然后日版完全抽不到，超好笑，全部都是旧的，快烦死了。这会进大池吗？你是说生日卡吗？生日卡不会，生日卡永远只有生日那的时候拿得到。对，跟那个复刻就是它会有利用另外一个 SP。SP 可以换，可是 SP 换超贵，因为 UR 要换要4000才有办法换，超贵！我现在才1600多吧，烦死了，好好笑。换手机，快笑死！很好笑是因为，而且你看，我知道我真的是拯救了阿潘的那个手那个 iNana， 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就我好厉害，因为他刚开始就是调的那个速度有点奇怪。就是不在点上，你知道吗？不在那拍上，然后他每次打的时候都会 miss， 就是按的那个拍子很怪，然后我就帮他调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跟他，然后他调就说哇，真的变超好打的。他刚开始调那个时候，怎么我自己也抓不到那个节奏，说这个节奏怎么奇怪呀、啊？然后我就想说哦，我再帮你调一下好了。然后他就调完，很好按，非常好。因为每个人手机的那个迟缓都是不一样的，我就发现他好像一定要调慢一点比较好滑。像我的话，我是正常速度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都要变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谢谢 SKMK 的剪刀，本命回避，我们有互抽啊，是他第一次是他帮我抽的，第一次他就帮我抽了两张 Ten 奖，超好笑。然后第二次跟第三次是我自己抽的，我就只抽了一张，快笑死我。对啊，我真的以后都要跟他交换抽了，气死我了，自己都抽不到。偶像就是香。讲十点半就没有了，你还赖床吗？什么没有？我11点左右到的，气死我了！而且就是他很快就发完了，
我大概十一点，我们大概十一点十八分到，然后就没有了、欸，超快的，超级无敌快。对对对，很厉害耶、欸、！SSR 单抽很厉害，单抽 SSR 很强哎、欸，我很几乎不太会单抽 SSR 过，就是我有，可是很少。嗨 ，Joker 说，八圈手法很乱，没办法，可是我觉得就是。因为毕竟会有找到跟晚到的问题啊，可是如果晚结果找到了拿不到票的话，找到了一定会很有争议嘛，因为林间就会觉得我没那么早到，就还拿不到票，一定会生气。所以我觉得他倒不如直接用抽签的方式，跟我们一样用抽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你不管晚到找到，你就是用抽的，你抽到几号或者抽到没有就是没有。我觉得抽签可能比较公平一点，对，因为抽签的话你就没有，你就不用找到嘛。也没办法，因为说真的，一定会有人没办法拿到票，因为现在防疫期间的关系，所以就是他们人就是人数的控管还蛮严重的，就是比较严格一点。像以前其实也不会那么的少，就是一次进去应该还蛮多人，就会挤到爆。就是一次以前没有防疫期间的时候啊，里面是全部塞满人的，就是他不会限制几个人进去，就是会塞满人，很可怕。虽然还是会限制啊，因为可能就是，对，因为双子的人数真的太多了，可能顶多就是会再多个十二十个人这样，可能就是塞满的情况之后就不会再放人家进来。可是现在防疫期间是里面根本就没有很满，就是里面超空的，太空了。可是里面没办法，就是我觉得是因为防疫的关系。如果没有防疫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进得去，就是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对，要不然其实如果没有防疫的话，说实在，我觉得大家都一定买得到，大家一定都进得去。因为我们，你知道我们进去的时候很夸张耶，大概只有里面大概只有十个人吧，就是会在现场在那里就是聊天拍照喝，就是不能喝，就是聊天拍照然后讲话，只人大概只有十个哎，可是那个场地其实大概可以容纳二十个人左右吧，就已经少了十个人了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。防疫的关系，所以导致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一次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到最后就是会有人进不去的问题。可是我就觉得这样还蛮不好的，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很多人都是从南部上来的、欸，然后就和他从南部上来，结果还没有办法进去，我觉得真的蛮可怜的、喔，真的觉得这有点麻烦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对，这些防疫真的有点就是比较麻烦，觉得蛮不好的。因为这样就代表不是每个人都进得去啊，就有点可惜，词穷。嗨，娘晚安，嗨，佳吉，独心单抽。昨天双子的生日，可是真的很可怕，你知道我之前 Minami 的生日当天，就是日的其中一个成员当天的生日，我当天去没有什么人，真的是人气的差别啊，超可怕的啦。安美的周边好像不太会有书签，不会有，对，因为通常那种东西很难卖二手的，就有点怪，所以，胸章一定有，对，但是台湾的不太会卖二手，通常安利美特二手都是从日本来的，就是台湾的很少，台湾的通常都是大家自己交易的，不会拿去卖二手，不然就是自己卖这样。谢谢万江社剪刀，说起来夏日约会啊，对耶，夏日约会没有错，我们这次也有夏日约会。我在思考我要穿什么衣服，衣服穷是有衣服啦，只是我不知道要搭配什么风格好。然后说还是夏天一点好了，大家应该不介意看到重复的衣服吧？啊，已经没有钱可以买新衣服了，所以大家就将就一下。如果是旧衣服的话，大家就将就一下吧。因为喵真的没有衣服可以，没有钱可以买衣服了，再买下去就要破产了。生日卡很对，我这次生日卡很好抽，很好抽。我觉得福利吧，因为毕竟今年没有演唱会，就是少很多东西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帮呆的一种福利，对他们，对，就是公司的一种福利。谢谢谢谢，太感恩了，谢谢帮呆。就飞啊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四十抽哎、欸，四次真的有点飞耶、欸，真的，四次我觉得真的蛮飞的，因为其实通常三次应该就要差不多要毕业了。
之前玩个游戏，两只账号都、就是对，你不觉得小账都抽好东西吗？很好笑，大账每次都抽不到好东西，傻眼。天长不成熟，对，天长有时候会不成熟啊，他有时候其实也蛮小孩的，对。有一次遇到立刻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比较那个不理性。应该说天长有时候会不理性，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成熟的，对。他有时候也是蛮可爱的啊，他有时候也会有点小孩的感觉，他本来就是小孩啊。天长以天长的年纪来说，他本来就是小孩子嘛，对。我觉得还行啦，就是有时候皮一下也蛮可爱的。天长也可以，天长不管成熟不成熟我都喜欢。伊友里很成熟，对，伊友里超成熟啦，伊友里就超成熟，他就是大哥哥的感觉，他就是在中间调谐那种感觉。他除了跟 Miki 有时候会吵架以外啦，对，像我这种成熟型，对，他们两个是臭傲娇，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好笑。佑里跟那个和泉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另外的样子，这是复刻词，对，这是复刻词。然后我有抽到两张吧，两三张，所以好像还好。对，我已经有那些卡，所以我应该不再抽了。没磕，真的，再磕下去我真的都要吃土了啦。我去挖那个松燕的土来吃好了啦，我去挖松燕的土啊，然后烤来吃。Hello， 哦嗨哟。讲这个 closing in US 哦，哪有，帮他就是很佛心，真的，他真是蛮佛心的，至少很好抽。我之前是怎么抽不到哎、欸？你看我之前的那个 Minami， 我就完全抽不到，而且 Minami 很夸张，是我半张都没有抽到，连 SR 都没有。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想叫邦奈出来跟我解释。我抽了三次里面都没有 Minami， 你知道吗？超夸张的，太烂了，真的不行，差评。对啊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好像不会放过我一样。笑死，嗨东东，我要放你的荷包君。对，不用排名可以慢慢打，可爱，阿里亚多，帮你跟九幺六的在一起，角度，发现实，发张现实，那也要别人帮我拍啊，笑死，真的找到我不能自己拍，因为要别人拍我拍到的视角嘛，所以还是得别人帮我拍啊，在那个 feel 在，有那个 feel 在，比较淡，对，我今天妆比较淡一点。他就是双，对啊，他就是双子互换嘛，然后奇怪，我说这样自拍怎么可能会是反镜嘞？哼，好好笑哦，很可爱，有呆毛，每次看到呆毛我就觉得很想这样弄他的呆毛，玩家的呆毛快笑死，我也信了，很坚持，因为他真的是反，他真的没有反镜，他真的是互换啊，他一看就知道是互换。哎，那个高最高感觉不是很快，对，其实没有，有些歌很快哦，你很好笑。嗯，艾娜的歌还好，可是 Toliga 的歌有些超级快，然后那个 Ribaru 的歌也很快，对，要看歌，有些歌超快，有些歌真的会让你会，然后就开始乱打，对，有些歌真的会开始乱打，边打边尖叫这样。我才不要你们团的杯垫好吗？我只要你就好了，我不要你其他的人了。Minami， 出来面对，好好笑。Minami 在逃避我，他可能不喜欢我吧？可恶！对对 ，Minami 的 master 真的是太浮夸了，那个谁打得了啊？屁！那么有人打得了 full combo， 我投给他，拔下给他。No doubt，No doubt， 那一段真的是，姨母伤神，对，我那是姨母笑，哈哈哈，我儿子好可爱，哈哈哈，儿子笑死，我们看阿凡都会这样啊，我儿子，你看我家的宝，笑死，每次都这样超疯狂的，
谢谢 SRG 的剪刀，没有时空远走了。我真的看很久哎，大家流好快哦，怎么办？我加油，我再看久一点，我再看快一点，看久一点是什么？哎，我真的延迟很久哎，对不起。我不是萌新，是因为台版我不是萌新，台版是因为我放置很久了。对，我台版是刚出来的时候就玩的了。对，我不是萌新，抱歉，我只是放置 play 很久，我放置它很久，因为我都玩日版比较多，台版就会被我放着。老司机耶，你都可以教人的，什么鬼啦？张黑把手机拿给油条教，先交换手机抽卡。手机面板的反应速度有差，对，真的有差。还要找，谁要找到？对啊，就是有点，真的还蛮不好的。说真的，谢谢谢谢徐元平。对，我也觉得抽签比较好，因为抽签至少大家的几率就是看运气嘛。抽签就真的是运气问题啊，对吧？抽签就是比较没有话讲啦，因为如果你要排队抽的话，你也可能会冲撞啊什么的，挤人家啊之类，我觉得那还比较危险，那样比较不好。谢开子啊，预约制没有预约制这种东西，对啊，你每次没有在跟你预约制的东西啊，因为预约制也不公平啊，塞满人，就是我觉得抽签是最快的，抽签是最公平的。谢谢 Himeji， 这厉害的行为都很惊人，真的很可怕。很可怕，防疫，对啊，我觉得防疫期间真的不是很好啦。对，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凌晨冲的，因为他们几点来都一样，他发的时间是一样的。你不管走多少道，他都是那个时间发而已，他不会提早发，所以你找到了没有用，不用找到，浪费你的时间，真的。我后来想说，根本就不用那么早到，傻眼，我又等了一个小时，为了健康安全。其实也还好啊，其实真的还好啊，因为大家都戴了口罩，其实也还好。嗨，修哲，晚上好，嗨，又要烦恼穿搭了，是还好啦，我只是怕大家不想看重复的衣服，你知道，就是会觉得很无聊，就是都是一样的衣服啊，就是没有什么有趣的。我在想说，你们比较想要看到我的人还是我的衣服？应该是我的人吧，所以我想说，应该大家不会介意我的衣服吧。我很怕大家觉得我衣服很无聊。嗨，天天，不介意，谢谢。正常衣服，没好的东西，我的衣服都很正常，好吗？箱子里还有很多吧？没有，因为有些是冬天的，对。夏天衣服是有啦，其实有啦，就是我有库存啦，因为我妈妈有帮我买新的，就是她有时候就问我啊，他有时候就会看到有好看的衣服，就问我：“你要不要买？你要不要买呀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要买什么衣服？”这样，赞叹妈妈，感谢妈妈，爱你 ，love you 。就是我妈有时候看到衣服啊，她觉得适合我，她就会传给我看，就说：“你要不要买啊？”之类的，就因为就是也没有很贵，就是几百块这样。我说：“好啊，我要自己建这样。”所以其实我还是有库存的啦。大家应该看到，应该也不是旧的衣服啦，应该都是新的衣服啦，对。你要穿邋遢，有很多粉丝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我没办法接受我自己穿邋遢出门我会有一种，就是一种习惯嘛。我也觉得把自己打扮的好看出门是一种礼貌。对，我可能比较适合日本模式，就我觉得是一种礼貌。除非我真的今天只是出去买个菜啊什么的，我就当然不会化妆嘛。出去买菜干嘛还要化妆，浪费时间。就是顶多就是如果出去玩啊，或者是工作。工作的话看情况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需要我的脸需要休息，所以我就不一定会化妆，但是也不会随便穿啊，不会穿得很邋遢之类，就是还是要穿好一点点正常一点的衣服。一人一块，好好笑，一人一块钱是什么啦？吸血鬼装应该是没有办法出来的啦，对，你不要想了，那套是绝对穿不出来的，拿钱养天长跟米娜米，所以没有钱买新衣服。应该啦，原因之一啦，快笑死！穿邋遢嘞，大战三十抽可以啦，我觉得最多就三抽吧，三次十抽，二四的名额，啊，太少了吧，二四个，全部不是全部啦，你说一场吗？一场就二十四个，一场就二十四个。好少，太少。
后那怎么办呀、啊？长毛外形的没有，真的抢破头，真的假的？五分埔其实没有很便宜，对，真的没有很便宜。我妈买的衣服还比五分埔便宜，对不起，那是四十，好不好？我爸买衣服其实比五分埔好便宜，而且因为五分埔的大部分都是 free size， 我是没有办法穿 free size 的人，对，因为通常都会偏大。我每次去买五分埔的衣服啊，就是都要拿回去改，你知道吗？超好笑。我以前就是我刚第一次来台北的时候，就是刚搬来台北住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就和我妈去逛五分埔嘛，然后我就逛完之后啊，然后每次试完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哎、欸、妈怎么办，都很大、欸、然后说啊不然就要去改啊，全部都拿去改，超好笑。我真的就那一件，大家还记得那一件看见夕阳了吗的那个师傅，就是有花花的那个有点半透明的那件洋装，那一件呢是比较不用改的，因为它那件本来就是缩腰的那种。除了那一件以外呢，其他都得修，超好笑。我妈也快笑死，她说啊，全部都要改，我就觉得好笑。集体罢工，什么鬼？她那时候真的好笑哎、欸。尽量穿吧，谢谢。多了胡子才成熟吗？土还要烤，对啊，烤比较好吃啊。啊！我跟米阿咪真的无缘呢，我明明这么爱他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嗨，谢谢去冰 ，Hello 去冰，只能学非洲什么饥荒泥巴饼哦，买食物好，还不要，会臭掉吧？臭衣服尤其真的很常跟某位，对啊，而且有时候衣装还不一定臭到衣装的那种。衣装的那种，就是衣装的那种卡牌，就超难抽的，几乎抽不到。配奖呆毛的生命真的很可爱，你想在呆毛那边晃，超可爱的啦。土很好吃，不要好吗？大家在那边吃土。Jaybreak 小红球地狱，对，那个真的很难。那首歌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弄到 full combo， 真的太累了，真的会手残，真的会手断掉，手卡住。因为花太多的心声被邦奈听到了，就是他不给我米娜咪啊，他都不给我啊，他都不给我，我就写信投诉，我说也不能干嘛，我只能退坑了，我就写信投诉他，气死我了，没了。现在只要记得剪刀，你可能错的不是我生日词，我就是错他生日词啊，没有，因为他生日词很奸诈，因为毕竟这里是新的团嘛，所以他们的卡很少。然后所以 Minami 的卡就很少，所以呢他非常的被格格，他就是把所有人卡跟 Minami 的卡呢全部混在一起抽，是要怎么抽你跟我说，那一定得氪金才抽得到啊，他全部混在一起抽，哪抽得到，傻眼。谢谢开的剪刀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像 Niku 跟 Chen 很好抽，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卡只是分开的，他们就是一个人一个卡池，可是 Minami 不是耶、欸、Minami 是全部混在一起抽的、欸、混在一起抽到怎么抽啦，笑死我。真的是浪费我的钻，好后悔，我应该等他出个人卡的时候再来抽才对。哎，去交换没关系，谢谢，应该还好啦，那个好像比较好换一点，对，我看还蛮多有要交换的，谢谢无糖。天天对天天对什么？对我尖叫尖叫！哦，我延迟好多、哦。谢谢麦基，开心也不错啊。确实抽签平等，对啊，因为抽签就真的就是看个人运气嘛。可是你至少比你推挤好啊。对啊，觉得有点危险。A K B 48本家的音游，哦，也是。对啊，就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玩的一种游戏。早去可以先排，没有，不用，不能排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用排，他是没有办法排队的，你在那里排他不会理你，他是时间到了之后工作人员会出来，可是呢他不会在你排的那个队伍里，他可能会走到别的地方，然后跟你说他要在那里排队，所以你怎么排都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你找到没有用，因为工作人员根本就不会按照你排的地方排，他就是讲他想要在哪里排就要在哪里排，变成说，比如说我现在可能站在这里，然后他走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就要跟他走到那一排的意思，哎，
所以根本没有用。你在你自己的地方排，他还不理你嘞。他就是看他要去，他要在哪里整队，你就要到哪里整队，所以根本没有用。他没有在管你排哪里的，他就是会走到自己想要你整队的地方排。所以就变成说，如果你一坨人在那里的时候呢，你一坨人就跑到那里，你知道吗？超可怕，超可怕！我最近终于体验到什么那种排队的感觉，真的很可怕，就是那种就是舍命排队的感觉，超可怕！我跟阿潘真的是很可怕，阿潘就是他就抓着我包包啊，因为他很害怕他被冲走，他就很抓紧我的包，我就赶快往前挤，你知道吗？还好今天人没有那么多，今天人要是太多，我们应该也拿不到券，超好笑。太好笑了，我们直接爬到下午3点耶，超久的耶，超晚的耶。他从12点开始嘛，然后我爬到3点的是还可以啦，因为他最晚是7点的场，7点到7点半场。现在还要不知道，7点到7:50的场。现在还要不知道花枝进退，但是看雨喵啊，2分钟后应该不止2分钟了啦，对。但是人呢、啊，谢谢大家。早上重复的衣服，而且你的衣服是最有特色的，好吗？也没有，好不好？什么鬼？我又没有每件衣服都那么浮夸，好不好？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要奇纳子兔兔是什么东西？奇纳子兔兔魔法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？谢谢有没有妈妈？好好笑、哦，明天重关什么？太好笑了吧？谢谢有没有妈妈什么啦？无限的医治哦，有没有妈妈？对，妈妈。妈妈真好，日本不化妆，对，就是，但是我习惯，我觉得化妆真的是一种礼貌啦，你要至少要让人家看起来舒服嘛，不能让人家看起来不舒服嘛，就是一种，对，这、就是一种，就是一种礼貌。敢看猎人拖出去斩的，只求警察不要以妨碍风光，好好笑、哦，没看我邋遢，还是有啊，我穿宅 T 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邋遢，宅 T。吸血鬼装，吸血鬼当然是没办法呀。你先不要带我走，今天先请大家走，谢谢。只有出场一次，对啊。啊，怎么办？还要买水，没办法嘛，就是在跟上大家的潮流，硬要命就自己想玩。啊，好少哦，太少了吧？怎么办啊？就大家会，大家会很难抽哎、欸，大家会哭吧？太少了啦。妈妈觉得你适合，好好笑、哦。海岸写真应该找很久，没有啊，不是我在找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喵太娇小了吧，没办法。那个便宜是北部的基准，对，北部的便宜大概是还可以啦，至少不会那么贵到我觉得很夸张，但是就也没有到很便宜，对。你要加小吗？五分铺大部分都很大件，因为它都是 free size 的啊，五分铺都是 free size， 不能改，可以啊，还是可以，就是版型会有一点点怪，但是还是可以改。好好少哦，这么少，嗨天多利丸，地瓜可以，地瓜我可以接受，大家开始种地瓜哈，大家请在松烟种地瓜，教坏小孩，大家记得要去种地瓜，我要把它拔出来吃，拔出来烤来吃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也会削掉小红球，小红球真的很烦，小红球真的会很容易不小心忽略，你知道吗？就会按下去啊，然后就断掉，就对，然后就悲剧了。你知道一直滑，你知道一直滑手超酸的啦。谢谢开渣，什么办公室把纸人拖出来整？12月哈鲁卡生日可以啦，12月还有啦，12月你还凑得到，你还有很多歌没打吧？米欧应该还有很多歌没打，可以的。哈鲁卡你应该凑得到，可以，而且最近还是有很多活动啊，你可以赶快拼命的凑钻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啦，12月应该还好抽，因为5周年的活动也是8月多嘛，8月多其实就算出新卡池，你还是有时间可以抽，应该还好啦。谢谢无糖。哦，对，可是因为毕竟对 Zulu 的卡应该都是混在一起抽的，但我觉得如果你，我觉得如果你想拼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拼看看。我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是比我比较衰，对，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有抽到啊，我看其他的太太都有抽到，就我没抽到。唉，我的命也不爱我，他可能觉得我偏心，对，因为我比较爱 Ten 这样。
哎，因为妙敏是那种人，妙敏那种傲，你说你是傲娇型，他真的很傲，他真的很娇，他很傲，就是他脾气很硬。对，妙敏其实脾气还蛮硬的。像一般的剪刀，你知道他一定觉得，他一定觉得我爱天长比较多，所以他不想让我抽到。太好笑了。对啊，卡太少了，16个一起抽不行。不是，不是没人气。不是没人气，你刚有听到我的重点吗？他们是新团，所以卡太少了。因为如果他们只出了单人的卡池的话，对公司来说是不划算的，因为很好抽，所以他一定要混在一起抽。因为他们的卡很少，如果你开一个单卡池，他们一定是最好抽的卡，对吧？他当然混在一起抽啊，不然他要赔钱呢、欸。那个机会直接那个，你知道那个。掉卡率会直接爆升，你知道吗？他当然不行啊，他就是要维持在那个平衡点上，所以他一定得混在一起抽啊，是可以理解啦，但还是就是觉得很讨厌。谢谢一飞，谢谢哈布沙。想到昨天天车都是怎么，米娜米会抽不到，米娜米不是单卡池啊，米娜米不是个人卡池啊，对，谢谢，拿到天天能力哦，老公怎么啦？我真的也是，我真的也是弄完然后尖叫，哈哈，我终于活到了，开始尖叫，快笑死，排在队伍里，排在什么队伍里，太嗨，是什么直接跟你打游击，真的很可怕。谢谢北元的剪刀，谢谢北元。谁错了？没有，是他们规定的啦，就是怕太多人挤在一起。对，工作人员没有在鸟你的，但是自己想从那一排就从那一排。可以啦，我们有排到，我们没有特别挤，我们就是默默的在排后面，因为今天人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我们想说应该还是排得到，就想说那就不要硬挤，因为硬挤很危险啊。拳头领头开始的吗？没有了，就跟在我后面，好笑，很可爱。笑死我！第二次是人少到可以，对，因为现在还刚开始啊，双子的生日才刚开始，很正常。如果你平日去的话，应该还好，嗯，因为刚好就是啊，不对，今天是平日啊，傻眼啊，因为放假了嘛，放假了，很正常。就是如果你大概过了5天之后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啦。对，你看像今天第二天人已经少一半了，所以应该还好。有些太太只是去，也只是为了在凑别的东西而已。但是后来应该再来就不太会有那么多人啦。对啊，可是假日的话很难讲，因为再来又是假日，这两天可能人又会很多，所以就是看状况。特色差中的什么啦？但应该还好，你后来来的话应该很好排，应该基本上是不需要拿整理圈就可以排的那种。对，你要受奖的特点哦，我有受奖的特点吗？我好像有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，拿到的样子，印象中我有受奖的特点。你要受奖的特点哦，有抢到他买一件国王布里，很可爱，真的，可是太贵了，他的 T 恤都好贵哦，好伤心。我本来是很想买他那个应援棒，就是也是应援灯，2周年的应援灯，其实现在货还蛮多的，就是因为日本可能也没有卖完，然后就是到台湾卖这样，台湾好像也没卖完，好像还是有，可是太贵，因为一只要1400哎，1400哇，太贵了。盛产地瓜，盛产地瓜，好好笑哦！反正买天长，我也觉得很可爱，对啊，对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光布丁娃天长超可爱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还有地瓜也可以烫，好好笑。直播吗？盛产卡吗？我看起来是还好的。哦，对，我有拿到抽奖的。因为那时候我拿米娜米的时候，受奖的还没有发完，因为
米娜米，可是因为米娜米跟那个社长是蛮近的，因为社长是528嘛，然后米娜米是6月8，对啊，啊，你想要他的特点哦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给你，哎，好可惜哦。不然其实因为我自己还好，我对社长就是普通还行，就是没有到很推，但是也不讨，也没有到不，就是不喜欢，也没有到不喜欢，就还行。因为社长很可爱，嗯，你要社长的特点哦，是我想给你，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给你，对啊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，难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很想拿给你啊，可是没有办法拿给你，不然因为其实社长也是我意外拿到的呀，因为我原本也只是想要拿米娜米的米娜米的特点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社长的特点还有肾，我傻眼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很想给你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方法可以给你。他是不是重播了？我怎么觉得好像重播了？他有重播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一菲，妙也没人气。米亚米，可是米亚米人气就真的没有那么高啊！我去第一天去排的时候，真的完全没什么人哎、欸，就是有，可是没有那么浮夸，没有像就是双子一样排的那么夸张。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蛮晚去的、欸，大概也是11点多去，然后我就拿到第二场，就是我还有拿到第二场的，就是12点半开始的。然后因为北门的目前不能上去，就是北门上面是不开放的，因为防疫期间它不开放。对啊。有点可惜。有什么的共同心声？对，真的啊，不会赔钱，少算一腹黑的，对，真的是腹黑的贵男人，真的很腹黑，他真的很腹黑，重点的口气，计划通，所以说妙也没人气，他其实也没有没有人，他就是还可以，他的人气还可以。其实他很容易被人家收走哎、欸，一堆人其实都要收走，可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要收走的，还好还好。谢谢一菲，谢谢一菲。明后天有可能，因为明后天放假了，就是可能也会有南部上来的人，说不定会有南部上来的人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些已经开始放暑假了，有些可能应该开始放暑假了吧，因为不然就是大部分都是成年人，因为有些太太其实看起来很年轻，但他们其实也都成年了，就是上班族。像我今天遇到的一个太太就跟我说，她是请假来的，虽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请学校还是请公司啦，因为我也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们看起来也都很年轻啊，但我也看不出到底年纪是多大，你知道。家人有没有炸墙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很难讲。但有些不会，因为听说像这两天有南部上的人说，他们只有这两天会来，所以他再来就是他今天就要离开了，所以也不一定。但是有可能有另外一批人要上来，说不定。这讲特点很香，很可爱啊！当然他那一出很可爱。柚里跟 Yamato 的啊，对啊，没办法。他们天长的本来就很难，天长每次都没有。外面烤地瓜，好好笑哦！我小卡一下，应该是浪的关系吧，觉得。但是要拿三倍券不行啊，三倍券要当我的生活费。哇，好多哦！谢谢大家，现在猜拳太多了。它好淡哦，它真的很卡哎、欸！我现在连猜拳都在卡，傻眼！哎呀，你干嘛 ？Hello， 浪有时候会卡卡的，它可能系统有点负荷不了吧？它系统可能有点负荷不了。
难了吧，傻眼。粉粉，太多了，我猜不完啦。等一下哦，好呀，辣，你可不可以好好的让我猜完啊？傻眼，一直操作错误，是在哈喽。傻眼，慢呢。系统可不可以好一点呢、啊？系统有点烂哦。我这样会不会太强？对不起哈，他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太卡了，最近好像都这样，最近好像都有点卡卡的。而且因为它要增加了有的没有的东西，就是会更卡。就我觉得它的系统其实基本上是负荷不了的啦。它只要人一多，就会爆掉。台湾的系统都这样，只要人一多呢，就会直接爆掉，就会直接给你来个黑屏啊，直接白屏跑不出来啊的那种状况。太多了，傻眼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剪刀石头布。为什么要重播了？咱为什么要重播了？问号问号。世界什么请假应该都是什么学生假日应该也是这样的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都是11点才开始啊，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很早到，大概10点半到就可以了吧。那玲玲也是按不出，就是按了它会显示说什么操作错误啊什么的，因为它会有点卡卡的。谢谢大家，我一直胜欸，傻眼。你看他要跟我说操作失败 ，Hello， 的系统可以好一点吗？傻眼，耶、yeah, ！我猜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剪刀石头布。唱起来看看好，出来打球什么，好好笑、哦，谢谢。突然懂，对，交战神血的感觉，真的是这种感觉，超猛的。可是可以认识新的太太，好像也不错，还不错。可是会有那种可以跟其他的太太交流的感觉。马德鲁加拉 ，Let's go！ 你把兽脚埋在土里，不要，它脏掉啦！哎呦，快笑死！地瓜换特点是什么啦？无言，嗨阿飞。5G 对啊，最近好像因为升级5G 的关系，就是网络有点卡。我有时候也会突然卡住、欸，就是我在打那个艾娜娜的时候，然后奇怪网络怎么爬不出来，它自己卡住，你知道它一直 loading 那种。我说它原本有这么差吗？就是你 loading 太久了吧，我傻眼哦，就一直在 loading。Hello， 我真的超无眼的，我是怎样 ？Hello， 不要给我 loading。谢谢 CKNK 的花枝金腿，是还好啊，就没有到那么的卡。对，谢谢。哦，又有胜利。我觉得我这次胜利还行，其实也没有啦，因为负的也蛮多的。哈哈，在说什么奇怪话？我要来念排行，谢谢大家。哦，等一下，他是版面改了，害我看不懂怎么用。等一下，这版面是怎样啦 ？Hello， 等一下，请问这要怎么用？啊！你不要再换版面了，我看不懂，好难过。等一下啦，走开，气死我了，快笑死。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哦，我终于找到了，我想什么啦？在哪里？傻眼，它的贡献版就这么小一坨，你知道吗？我无言。
太好笑了，谢谢大家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先不用送了，对，因为我要准备下播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。谢谢，爱你们，等一下哦。谢谢大家，嗨。什么？想到什么？的改了画面，非客人客诉功能，哈哈哈。这个还蛮好笑的啦，对，这个、还蛮好笑的。等一下哦。不是啊，是真的，他改版了，改了我完全看不懂啊，吴莎莎，他改的太多了，他改的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改的那个类型实在差太多了。谢谢 blue 流香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要来念排行了，大家不要来给我了，我要来念排行了。Hello， 我要休息了。谢谢强森的新之冠。咚咚咚，对，哎，这我网络怎么那么差啊？傻眼。记住了，我的那个大大头像全部都看不到。你这是怎样？浪 ，hello， 浪是在 hello。这是怎样？大大图片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超好笑的啊！这绝对不是网络的问题。你看大家头像，你看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 ？hello。还我图像 ，Hello， 工程师出来面对，快笑死！好好笑哦！好，我们来念排行，反正排行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好不好？排行应该是正确的，很好笑。好啦，第十名是 SRG， 谢谢。谢谢 SRG， 空城是直接罢工了，罢工了。第八说错了，第九是开闸，谢谢开闸，谢谢。第八是 CKNK， 谢谢 CKNK， 好好笑。第七是百元，谢谢百元。第六是欢迎战士，谢谢欢迎战士。第五是太空，谢谢太空，谢谢。第四是深深，谢谢深深，谢谢深深的剪刀石头布。嗯，因为我都会自动更新，好好笑。还是因为我没有更，没有更新吗？没有更新好像还是会自己变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第三是 blue 流，谢谢，谢谢 blue 流，谢谢 blue 流。第二是乌汤，谢乌汤，谢谢谢谢。第一是一飞，谢谢一飞，谢谢谢谢一飞，爱你，谢谢谢谢大家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大家。都有94胜了，好像差不多了，一半一半。还可以啦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喵很满足，开心。期待我们的夏日，夏日，那个名称叫什么？夏日，派对，妈，金鱼脑的我，夏日，啥来着的？哦，夏日约会。我想说夏日派对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期待我们的夏日约会，谢谢。
大家要记得来找我约会哦。没有来找我约会的话，喵就不理你们了，哼。不过那个认真的没有来不了的，就没关系。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被抽中，可是对又很难对，因为就28个，呵呵呵，没关系，大家加油！就算你们来不了，我也很开心。夏日派对说，我觉得讲派对很，你不觉得讲派对感觉还不错吗？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好啦，就是夏日约会，我们可以夏日约会见，耶，开心！我觉得我们这次其实还蛮常见面的，就是还蛮多可以就是直接碰面的那个活动还蛮多的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开心！你知道我想要买天讲的那个应援扇，可是都卖完了，都卖完了，可恶！加油！大家也就是给你们集气，祝你们被抽中，祝你们都被抽中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家拜拜，甜甜姐太难了吧，好好笑、哦，加油！我希望我们哪天出个按那个什么 AKB48 TV Cafe， 我就可以每天都出现了。这是刚好是我的专业，不错。有没有觉得大家可以赶快去推荐一下？大家赶快去推荐一下，他们叫我们。叫公司出一下那个 AKB48 TV Cafe， 你们就可以天天去倒饮料咯。我要去当可爱的 staff 三，我要去当可爱的服务生，对，大家可以推荐一下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，快笑死。好啦，拜拜，大家礼拜日见。对，我们礼拜日晚上还有直播，大家不要忘记了礼拜日，拜拜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布布，再见，拜拜，又要看公司了，价钱我没办法决定，再见，谢谢大家。